刚才跟你说了那么多，其实今天你从办公室过来跟我求婚的时候，放心吧，你说你还是个总经理呢，你怎么当的？你自己把事情都干完了，那你让公司的员工做什么？阿姨，公司的员工其实都已经……公司的员工也得各司其职吧。我作为老板，不得亲力亲为啊。再说了，现在这个直播旅行项目，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是头等大事儿，我需要亲力亲为，是吧？行。我知道大理现在还很冷，所以我给你准备了很多厚的换洗衣服，放在这个箱子里呢，记得一定要拿出来穿啊，还有保健品。知道了，妈。这个 ITO 行李箱是我出国的时候你送给我的，用到现在还很结实。我觉得妈送我的东西是最好的。哼，知道就好。你看你妈对你多好。哎，阿培啊。哎，阿姨，我把震撼就交给你了啊。你一定要多照顾照顾他，有什么事情及时给我打电话。哎，阿姨放心。哎，陈妈，您给我吧。哎，拿好。哎，妈，爸，谢谢你们给我的最后一笔创业基金。这个项目，我从前当户已经改了8次，我很有信心，不会让你们失望的。臭小子，什么时候开始跟你老爸这么客气了？我以前支援你的时候，你从来没跟我说过一个谢字。长大了吧？懂事儿了。我也该长大了，该懂事儿了。我现在才明白，你们才是我最亲的人，还是你们对我最好。
我需要离家一段时间，你可以住在天台上，拖欠的房租我会打到房东卡上，别再当讨债鬼了。你睡相也太丑了，小金牌给你的，如果感冒了记得吃药，谢谢你保护我。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我们的房车之旅现在开始。Everybody, let's go! Yay! 老板的了，你什么时候进来的？现在呢，我们就在停车场准备出发了。大家看一下这些车里哪一辆是我们的座驾呢？猜一猜，当当，就是这一辆了。现在呢，夏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次旅行的大概情况。都说旅行啊是检验真爱的一大标准，那么这就是我们举行这次爱情之旅的初衷。哎呀，我们的负责人已经站在这儿了。嗨，想要免费的旅行吗？请下载我们的软件。这是我们的司机先生兼后勤保障阿培哥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外貌和才华集于一身的阿培。还有另外一位团队成员，他现在还在路上，是一位美丽知性的活动策划人莉莉小姐。接着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爱情之旅的两位主角，他们是昨天通过直播活动选出来的一对情侣，迎接他们的将是这场非常浪漫的房车之旅。检验爱情的坚贞就在我们的浪漫之旅，想要获得免费旅行就赶紧关注盛夏小姐姐哦。我看弹幕里面有网友在问说，我们这次的目的地，我们将要去神秘美丽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哦。这个地方呢，盛夏小姐姐也没有去过，一直都是在网上的图片里看到，蓝天白云。黄埔北路，谢谢。哎，冯队，现在情况是这样子的，李新月要离开上海了，他要去香格里拉。怎么回事？现在楚山还准备搞一个活动，叫做爱情之旅，它是一个房车旅行的活动。那李新月作为这次活动的策划，必须要随车出行。想办法上车，顶级李新月，继续执行任务。但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现在据我观察啊，李新月只是一个普通的小白领，你确定我要跟他跟到底吗？普通小白领，小天儿，你是怎么观察的？之前拍卖会要求提供存款，还有流水的证明，而李新月为了进入拍卖现场，存在着向赵小军借巨额高利贷的行为。是，这我知道。现在那副真货很可能就在李新月的手里，你能不能拿下这个案子？OK， 你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嗯，司机快点。现在我们正在一边收拾行李，一边等我们其他的成员。哎，我们幸运情侣来电哦。
来，我们现场连线一下。哎，你们怎么样？到哪了？对不起，夏嫂，我跟婉儿她……哎，没事儿啊，堵车，我们等着你们呢。不是，昨天晚上我们就因为整理行李的事儿吵了起来，她非得带漂亮的衣服还有高跟鞋，我就说了她两句，她竟然要跟我分手。啊？你说什么？你们昨天没说啊？我本打算今天早上给他赔个不是，可是你猜怎么着？他竟然把我的手办全都给扔了，我也要跟他分手。哎，分什么手啊？你们再聊聊啊！哎，这事有什么可分手的？分手就分手！哎，别挂呀！什么情况？哎，那个我们这个待会儿再跟大家们继续直播。什么情况？怎么刚闹分手了？要分手？不来了。啊，这怎么办啊？别着急，想想对策。阿贝，以前跟你去夜店玩的那些女孩，你能不能叫一个过来？嗨 ，boss， 不是那么回事。你跟他说我给钱，不是钱的事儿。我要有，我不早跟你汇报了吗？boss。嗯，要你跟盛夏。别胡闹，夏夏是主持人，她得直播。Hello， 嗨，凯文，不好意思，来晚了。这位是阿培。哎，阿培你好，盛夏吧？啊，你好，你好，你们好，我是丽丽。怎么样，人到齐了吧？咱们出发吧。丽丽，刚才出了一点状况，之前跟我们约好的那对情侣来不了了。情侣来不了了？Boss。和莉莉凑一对儿，不行，刚才都已经介绍了，你是我们的后勤兼司机，这不是作假吗？那现在就剩你跟我了，咱俩凑一对儿，滚！不是你不跟我凑的啊，我告诉你，这现在组不成 CP， 咱们这计划只能推迟了啊！别推迟啊，那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天要亡我。能不能在网上，我们现在在线选一对情侣，然后路上我们可以接上他们一起出发。我觉得有点悬啊，这大早上的工作日。楚总，我们要在这儿等吗？要不然我们先出发，如果有报名的话，我们在路上接上这对情侣呢。丽丽，我们这个房车之旅早就宣传出去了，如果现在没有情侣就出发的话，对网友怎么交代啊？可是现在时间也不早了，我们与其在这儿，李新月。是你啊，你是来找我嘴碎逼的吗？啊，金小天，你怎么来了？李新月，为什么要不辞而别？这位是，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她的男朋友和未婚夫，你们也可以叫我 Sky。他不是我男朋友。丽丽，你有男朋友？误会。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喝多酒了，把他这张照片发到了网上，所以他就生我的气了。什么照片？你这个表情有点销魂啊，这你敢发网上？丽丽，原来你们俩住在一起啊？天哪，我不跟他住一块儿，他……你来捣什么乱？不是，不好意思啊，这纯属是……原谅我好吗？我不能没有你。你有病吧你 ？Boss， 这不就是现成的情侣吗？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要不然就他俩吧。正好是误会，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完全在胡闹。和好之旅，我们再给你们开一个情侣套房。什么情侣套房？可以，不是这样的。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我觉得这一对超有意思哎，觉得咱们就定了他们俩吧。现在一时半会也找不到什么合适的人。哎，你那么紧张干嘛？是不是做亏心事了啊？昨天晚上故意把我灌多的，是不是？谁把你灌多？我现在要去工作，谁让你过来的？你胡说八道什么呀？还有我未婚夫？你忘了我向你求过婚呢？你说过我愿意。我已经答应你了，只要我工资一发下来，我马上打到你大姨账户，这房租不就给你了吗？你至于这样纠缠我吗？哎，你劝劝他，去吧，去吧，去吧。嗯，你早就看上楚之翰了，想接近他是不是？你胡说什么呢？我打听到他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你天天学法语什么意思？处心积虑想接近他。
会查我。那又怎么样？你到底想干嘛？你要是不带我走的话呢，我就告诉他。哎，你来的正好，我有件事情要跟你说。等等，我正好有件事要跟你们说。丽丽，我想了一下，咱们真的不能再等了，所以我想请你和这位 Sky 作为我们的主角情侣，继续我们的房车之旅。丽丽，你就当帮我这个忙。我知道初衷，但是我跟他……我虽然很不想去，但是为了丽丽，没办法，我勉强同意吧。好，谢谢。我知道丽丽的态度是……丽丽，不，我真的……我刚才还有件事情没跟你说完，我觉得……好，我同意。丽丽，谢谢你，走吧，上车吧，走，啊，走。这个无赖，我还是觉得很赞成。丽丽。别拍我呀，你得拍他们俩，他们俩才是主角。不，你等一下，等一下啊！我问一下，你得对我先对我问一下，这就开始直播了，我都不知道我要说什么。我想问你什么？不是，你最起码也得给我一个脚本吧，先排练排练好吧。直播怎么有脚本啊？要的就是最真实的反应，只有最真实的反应才能打动粉丝。对呀。啊，现在已经不流行说台词的节目了。OK。丽丽。准备好了吗？我没问题。来，三、二、一 ，Action！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浪漫爱情之旅直播间，我是你们的主播夏夏，又见面啦！哇，我发现今天直播间里好多人啊！欢迎各位宝宝踊跃留言哦，你们的每一条留言我都能看到，而且大家要飞机轮船踊跃的刷起来哦。下载我们的旅行 APP， 然后关注主播。宝宝们，今天就是我们旅行的第一天啦。大家知道啊，之前我们请来的那位情侣呢，他们出了一些小小的问题，所以没有能参加我们的旅行。在这里啊，盛夏小姐姐希望他们还是能够早日解决矛盾，能够和好如初哦。那我们的旅行怎么办呢？大家不要担心，因为我们又来了一位神秘嘉宾。来，这位是金小天先生，来打个招呼。打个招呼。好了，他就是我们这一位啊，新月小姐姐男朋友。来看一看他们俩。你们俩近一点，坐近一点。啊，他们一位叫金小天，一位叫李新月。我们可以叫他们甜心情侣，也可以叫他们锦鲤 CP， 大家更喜欢哪个呢？啊，看看是不是很般配呀、啊？微笑，微笑，笑，笑。好了，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团队里的其他成员。这位坐在我面前的就是我们的高富帅老板楚之翰先生。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楚之翰。欢迎来到爱情之旅，想要免费的旅行吗？请下载我们的软件。看看有没有很帅。好了，前面那位正在开车的是我们的萌萌的司机阿佩哥哥。Rock。 好啦，现在为大家介绍一下陪伴我们上路的我们房车里的装备哦。放在夏夏面前的这堆呢，这个呢是阿佩哥哥早上早起我们买的零食，是不是好贴心啊？好了，现在要介绍一个重要装备，也就是我们的好，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重要装备，是我们的车载小冰箱。
里面有我们的矿泉水，还有饮料，还有我们的啤酒，好多。所以我们打算在旅行路上开怀畅饮一下。我们虽然可能没有人每个人都有办法去买一座房子，但是有这样一个房车也可以走到哪里嗨到哪里。好了，大家继续刷礼物哦，不要停哦，找个机会和我联系。APP 下载 APP 啊，请大家记得下载我们的 APP， 搜索我的名字哦。我是心塌地，你至死不如数一场。大家踊跃留言。这个车里边是不能抽烟的，对吧？不能。那你们可不可以停在最近的一个服务区？我想抽根烟。不能。各位宝宝们，大家看啊，我觉得抽烟这件事情呢，你看他自己难受，我们也特别难受，所以还是戒烟比较好。对吧？对什么对啊？不能！你们就不能找一个最近的服务区吗？我就抽根烟就上来。阿贝，前面的服务区停了。这才刚出发，你忍忍啊！下个服务区还有两个小时。我没有忍心吧。冯队，是我。情况怎么样？那个，我现在已经作为她男朋友的身份混到他们队伍里去了。嗯，她同意了吗？嗯，勉强答应吧。好，看紧她。同时，你也要保护这个嫌疑人。搞清楚他们的行程路线了吗？还不知道吗？尽快搞定他们的行程，我会安排人接应你啊。那个，冯队，不是我跟你说啊，现在出了一件大事情啊。我不知道他们这个原来全程的旅行啊都是直播的，我刚才一不小心把自己的正脸已经暴露在镜头里了，我估计现在已经很多人看到了，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啊。这个节目如果不火的话也就算了，但是如果火的话，可能个把月以后我就变成网红了。那这一次卧底行动有可能是我卧底生涯的最后一次，你明白吧？我现在内心很复杂，你能感觉到吗？只要你的身份不暴露，你也可以是任何身份。会安排隐藏你的档案。是啊，你这句话说的挺有哲理的。行了，立即启动实时定位，注意信息安全，有任何情况及时跟我联系。啊，明白。还有啊，途中的联络要注意安全，想一个暗号吧。每次联络之前先对暗号，确认一下周围的环境是不是安全。暗号是吧？那我以后就叫你海盗船长怎么样啊？我没跟你开玩笑。哎，算了算了，我晚点再想吧，想完了以后给你发过去。尽快。拜拜。说的对，网红也可以是卧底。一定，再见。弄好了没有啊？赶紧打印，送到会议室。哎，马上，还有几份。在这个女魔头手底下当差，每天得活活折磨死我上亿细胞。哎呀，快别说了，这昨天刚弄的文案，今天要让重新放配图，你说谁能不手忙脚乱的？好了好了，别说了，一会儿他又来了。你别说。我现在还真有点羡慕莉莉了。羡慕啥呀？这一道晴空霹雳就这么唰的一下就给你劈下来一个帅哥，这两个人手拉手就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帅哥，旅行我都不羡慕。说真的，还有点想他了，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干啥，不知道他在哪儿。他不是说去美国了吗？还去什么美国呀？出大事了。
丽丽参加直播旅行。直播旅行。圆规队。现在我们的直播要继续开始了。现在呢，夏夏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问这对情侣哦，金小天和李新月，你们为什么想要参加我们这次旅行呢？我先来说吧，请给我一个静静。是这样的，我跟莉莉已经认识两年了，在这两年里，我们的感情出现了一点问题，但是我永远记得，莉莉曾经对我说过，如果要想证明一个男人到底适不适合你，就跟他来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吧。因此我在这里要感谢我们伟大的楚总。如果你也想跟我们一样来一趟免费的旅行，就请你推荐你身边的朋友，并且下载这款 APP。 这是 perfect。 那下面请新月小姐姐说说你为什么要参加。香格里拉是个很美的地方吧，所以我再说了，免费旅行谁不愿意呢？这么值。那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我其实还是我来替他说吧。请再给我一个静静。我刚认识莉莉的时候呢，她大学刚刚毕业，从这个女人身上我看到了很多优点。她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自己在外面打工挣下来的，这样一个女人朴实而无华。她毕业了以后就进入到一家设计公司上班，但是现在已经辞职了。请你们来干嘛呢？啊，来请你们吃白饭呢，是不是？我告诉你，今天活作为一个都市小白领啊，在上海就是压力这么大的城市生活，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生活遇到过什么难题啊，生存困难啊？那当然了，每天吃泡面喝西北风，躲避房租，疯狂挤地铁，就连买个面包都要等到晚上八点以后。这么惨？为什么要八点以后？便宜啊，八点以后肯定快过期了嘛，所以打折。但有的时候为了买到更便宜的，我还会走到附近的批发市场去买。就这样，这么穷啊？所以你想嫁入豪门是吗？你跟楚总联系这么密切，是不是想和楚总在一起，然后就变得富有起来？喂，这个问题不要问，切入主题。哟。这都钓上金龟婿了，还脚踏两只船。好吧。好了好了，刚才夏夏是开玩笑的啦。其实事情是这样子的，那个金小天啊和李新月他们是一对现在正在冷战的情侣，因为之前呢他们感情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加入我们的爱情旅行，想要在这段旅行当中去挽回一下这段破碎的感情。那么现在啊，夏夏和你们一样都非常期待在这段特别的爱情旅行当中会发生什么样特别的故事呢？而他俩到底是一对怎样的 CP 呢？到底是王子和灰姑娘的爱情童话，还是心机女和傻白甜的互怼故事呢？什么心机女？什么心机女？你说谁心机女？哎，你凶什么呀？我不喜欢人家这么说我女朋友。傻白甜还挺痴情的。好了好了，那今天的直播就差不多快要结束了。现在我来预告一下下一站的旅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杭州，一个非常美丽的江南的城市。想要随时关注到我们旅行的最新鲜的更新呢，请要加我们的关注，然后关注生菜小姐姐，然后飞机轮船不停地刷起来，继续哦。拜拜，就到这里了，爱你们，拜拜。太棒了，现在观看人数已经超过五万了，已经超过五万了。开车，夏夏来。哎呀，吃个薯片。朱大师，喂，赵老板啊，你好，你好，是我啊。哎，我想问一下，李新月呢？他今天方便见个面吗？李新月，人都没了。不，是失踪了。找不着了，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啊？
什么时候的事儿？我哪知道啊，我这也正着急呢。失踪了。喂，是我。李新月可能已经离开上海了，我这边实在是没办法了，我需要支援。老板，姓楚的是指望不上了，你去办吧，找到那个丫头，把花拿回来。是。你为什么要说我是你女朋友？我不是为了给你保存点面子。我的面子你好意思说呀？我平白无故多了个男朋友还是你这样的，我哪来的面子？哼，难道要我告诉他们你就是个讨债的，你欠我大一半。是有多无聊啊，外表看是个汉子，内心就是个八婆吧。你怎么知道的？我之前每一任女朋友都这么说过。你要不要脸？神经病，摊上你这么个混蛋。这个休息区比较大，别走远了。15分钟之后，咱们这儿集合出发。下车散散步吧。这没理由啊，对吧？
哎，对了，今天天那么热，你要不要喝点什么呀？大厅右拐，洗手间旁边有个水果摊，我看火龙果汁挺好哎，老板，我要两瓶火龙果汁。啊，不好意思，火龙果汁没有。啊？真没有，只有火龙果，需要吗？这旁边都没有卖火龙果汁的吗？哦，真的没有，不好意思。都到齐了吧？都回来了，来了，男朋友呢？睡着了，咱们可以走了。好，出发吧，海飞。好嘞 ，boss。就这几个火龙果需要吗？我知道，那你拿两个火龙果，多少钱？20块钱一盒，一共是40块钱。一共是40块钱。谢谢。不客气。夏夏，准备好了吗？一会儿我们进行第二次直播。来，你看一下，这个是第二次直播的。骚扰电话太烦人了。怕我把你的行踪告诉赵老板吗？随你好了，不过我们已经顺利离开上海，至于那些财务公司的人，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你这是卸磨杀驴啊。那么，驴先生，再见，再也不见。不是吧？Thank you.